敢太露的人，你就像妞妞加一个背心。如果你今天敢很露的人，你甚至穿一个平口，它整个让你大露背。这边有个结，它是可以拉开的。拉开之后呢，它就会变得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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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自己想要绑什么样子。你不想要缩那么紧，这样宽整件宽宽的也 OK。后背你们自己去做调整，想穿怎么样子的就穿怎么样子的。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凉快的布料，颜色这件颜色我超级超级喜欢的。它其实到我的小腿哦，所以呢150公分的穿刚好可以当长裙，160公分大概跟妞妞差不多。你看我现在穿平底鞋给你们看一下整个衣长的长度，它其实不会到很长到拖地，因为这款我就想要做比较利落比较可爱休闲的感觉。胸围部分人人皆可以驾驭，孕妇是可以的，因为它后面可以再放。带子松开是长这样子，它整个都是宽的，你要怎么绑随便你，我都会把它绑紧拉紧，拉到最紧，然后它就会束上来了。绿色超可爱，绿色啊，如果你去度假或者去国外拍照的时候一定要买绿色。